胖子被打克了。关在方银河对战方陌上，兄弟们皇城 PK 宝刀屠龙点击就送。来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我的声音跟这个游戏的音乐差不多吧，是不是 OK 的话我就开始解说了。兄弟们，OK 是吧？好，兄弟们，好，来，咱们来首先分析一下双方的阵容。作为一个梦幻西游最强的指挥、最强的解说啊、最强的牛逼大王，解说 PK 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你们双方的阵容啊、双方的优劣势。双方都是国标啊，双方可以看到啊，都是国标。来，对战方是女儿国标，观战方这边应该也是一个女儿国标。那么观战方的女儿和对战方的女儿，我们来看一下谁是一素啊。观战方是武装国标嘛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号没有动，咱们看一下是不是武装。咱们来看一下武装可能不会变这个卡。来，单封一下观战方这边的很浪漫，没有出手，踩了个塔，然后还不知道他什么门派。咱们来看一下他的，能不能看他的头像，看不到。破甲对面大堂，这应该是个提前破甲，因为观战方的大堂被封了，所以不可能是点杀，提前破甲。观战方的大堂比对面的地府还快，硬件很领先。观战方这边地府加了光辉给自己大堂，那龙宫应该加光辉给自己的女儿，并把我法防一下，大堂起个三百指人稳一稳，不着急，龙宫卷一手卷过来，卷了2400，踩了个塔，没有光辉，怕被笑。那么光宝宝继续清清四号，四号被清飞了。观战方这个宝宝血量也不多，虽然顶了个大金，但是也不太扛住。双方开场都是没有蓄没有那个蓄力的，都是耐宝宝耐攻。观战方这个法系应该是加光辉，观战方大堂应该是踩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法系是最后一回合封印嘛，大堂也是最后一回合封印，所以不会选择去那个出手。观战方是一个武装国标，那双方的话，对面的阵容优势非常大的，因为对面的普陀变了琴仙卡，对面的是女儿国标，女儿国标拿到一速打武装国标是非常好打的。凝滞下对面大堂，帮对面大堂拿速度，抬个塔没有问题。驱散观战这边灵动，灵都被去掉，对面大堂踩个塔，龙宫继续卷，这宝宝要飞，2400飞了。观战这边龙宫加光辉给女儿，很稳，下把龙宫会卷。观战这边啊，给这个武装，这是武装，很难受。对战方是阴阵，观战方是龙阵，阴大克龙，观战方陌上，标一下啊，阴阵银河啊，不对，阴阵陌上，龙阵银河。对战银河对战方陌上，好吧，陌上现在呢占据了场上很大的优势。观战方还有一个猪圈，金青点杀，金青必点杀，女儿金青百分百点杀，观战方也金青，看一下这话怎么说。破甲按龙宫，龙宫的话分度有一个70左右，破甲按对面龙宫，如果不能空接，观战方龙宫很伤，小爽看一下没有中，那观战方这边小爽也不会中，因为观战方这边对面是金青啊，双方小爽都没有中。死亡召唤打过来，大死亡没有中，死亡去开起刀1400，第二刀没有贴2000，第三刀贴了，第四刀不贴的话会被空切，没有贴，我操，没有空切。观战方还有三个宠，还有三个宠，双方大伤伤害都比较高，起刀都是爆了，最后一刀贴了，但是没有灵动，应该是死了，应该龙腾能龙腾一个，我直接抗龙3000，那对面龙龙也死了，1-1，双方都不亏，因为死亡都没有中。双方都不亏，对面龙宫的话应该会死，有避雷，三只避雷，第二只还有最后一只女儿的啊，这是武装的最后一只，被拍过去贴了，没有死，对战方赚了，这波对战方很赚，没有死，封一下武装，波兰一下自己的法系，怕被抓，这把波兰是怕被观战方的地府抓，观战方地府应该是出种嘛，这把不会抓，抓到有点傻逼，出一个宝宝。
然后宝宝的话应该是会用这个宝宝来拉。为什么会用这宝宝来拉呢？因为这宝宝是最慢的，也有可能会用这宝宝来拉。来看一下啊，应该是用这宝宝来拉回去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宝宝是最慢的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被这个宝宝来拉了，非常的专业啊。如果我是对面的话，我会摇一个铃铛给这个宝宝。对面还是不够稳健啊，因为宝宝的速度是可以判断出来的，一般都是最慢的宝宝来拉的，这样会比较稳一些。对上大狼一把破血，这把肯定是破血青龙龟的，没有悬念，这把破血青龙龟，关掉的大狼肯定也是破血青的这龙龟的，两边应该是一模一样操作，两边龙龟可能都会防，也有可能关掉龙龟会顶个大金，然后这个宝宝会给自己吃个伤药，这宝宝可能会给自己吃一个伤药，我觉得这个宝宝。会员伞稳一稳，下强刀，下对面普陀，关掉普陀应该是有特技了，关掉普陀可能是一把点灯或者是罗汉，啊，点个灯，比较稳。大狼应该是破血，双方大狼破血新宝宝，第二场打破血，血的罗汉啊，分都够了，对面大狼破血过来青龙龟，没悬念，别告诉我你不是青龙龟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我猜的准不准，破血青龙龟，龙龟防御，这宝宝给自己吃个金沙。这宝宝吃一个金沙，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吃一个金沙啊？没有吃金沙，他可能没有带金沙。宝宝开自己啊，对吧？开自己，这宝宝怎么说？壁垒还有一下，很难受。这个龙龟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观战方这种 PK 的尿性啊，以观战方这种打 PK 的尿性，这一把。波兰龙龟，龙龟自己顶大金啊！以观战方这种 PK 的尿性，波兰龙龟，龙龟自己顶大金啊！观战方这种 PK 绝对是这种打法。来看一下，一笑倾城，风中龙宫，风中武装，武装龙宫都没有动，很难受。一把金漆啊，这把可能是点杀，有金漆的话可能是点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给龙龟顶个大金，黄金之息抓一把大狼。扫对面龙宫，第一刀没有贴，第二刀没有贴，第三刀没有贴，第四刀没有贴，对面龙宫是有把金青的，看一下对面会不会金青，看对面龙宫会不会金青。小爽没有挂中，水宫驱灯，灯去掉，打起会员伞，看一下会不会金青，没有选金，闪不闪？抗龙有毁，地下1600没有灵动，第二下应该死了，1791跳了，但是小爽没有中，对面龙宫满分都倒地，很亏。但是双方的小死亡都非常非常的不准啊，非常的不准，两边各有一次小死亡的 miss。 那么我给你们分析，观战方这边其实不是很亏，为什么不是很亏呢？他把对面龙宫点死了，对面除非有普陀来拉，普陀来拉如果带灯的话，观战方就亏了啊，这把血亏，带灯观战方血亏，如果不带灯的话是不亏的，带灯观战方血亏。这把黄泉之息抓了一把手抓，对面大狼有破血，破血青龙龟没悬念，这把不青龙龟我不相信。来破血青龙龟，龙龟过来选个起干将，干将的话下一把可能会点，对面女儿头上没有塔，下一把的话可能是无魂，无魂观战方这边的武装点人，选择起干将。一般来说起干将有两种操作，一般来说啊，起干将有两种操作，他如果说觉得稳一点的话会破血青的这龙龟，为什么呢？这龙龟没有法防，这个龙龟大概率会顶血给龙宫或者是洗法防，不会防御，这把破血对面普陀可以刷个灵动，龙宫一卷这个龙龟会飞，干将还有两回合可以不着急点。如果我是观战方的地府，我这把会去笑对面大堂，然后拿这个宝宝给大堂顶个蓝药，大堂这把会起个纸人，普陀先点灯不刷灵动，因为对面有一个那个电火闪的宝宝，所以这把的话看一下会怎么选择。风撞龙宫照妖镜破对面龙宫的卡，选择刷一把灵动，大堂会破解这只龙龟，不着急点刷灵动，选择先刷灵动打防一下，留云自己大堂，然后破血清真的宝宝，因为这个宝宝是没有法防的，所以一定会清，这把你起法防就不能防御，很稳健。大堂有破血，再起个纸人破血过来，这把是不可能不破血的。破血清真龙龟，这龙龟会飞，因为对面有灵动，剩一丝血最好对面龙龟正好卷过来卷飞，很强势。那么下一把有干将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有两种选择，可以选择点杀啊，
也可以选择点三，也可以选择不点。但是按照这种情况下，有这只宝宝的存在的话，应该不会点，因为他如果点龙宫，这宝宝一个五龙开瞬间崩。如果点大唐，大唐有指人，这宝宝给大唐指甲已经点不死，他可能会平砍一刀这个宠，啊，可能会平砍一刀这个宠。当然点武装是有可能的，除了点武装，别的单位是不能点的，是吧？这把平砍一刀清澈宝宝也不错，龙宫继续卷。普陀的话可以选择把大唐灯点上，地府肯定是互相继续抓，没有悬念。在没有速度的情况下，可能不会点。当然这把点大唐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大唐血量不满，可以看血的话应该知道大唐的血量不满。选择封地府，知道地府有金青，武装清风月把地府的金青清掉。好，彩油塔没有破甲大唐，那就是说明没有点。顶个血量大唐顶满，萧爽点龙宫，这把很冒险，摄魂这边大唐直接强扫。观战方这把打得非常好，直接强扫。如果说这边没有宝卡血的话是扫不出来的。大唐打过来，打了一把上线，水攻一把去灵动，灵动被吃掉，没有，有抗龙三千亿直接死。哇，伤害极高，观战方这把血崩，观战方这把血崩，崩的有点明显，又给了对面大唐一把破血的机会。这把崩得很厉害，讲真，这把真的崩得很厉害。那这把对面的女儿肯定是要，这边的普陀肯定是要笑你的，笑你的地府了，因为你的地府有愤怒。对面女儿的话可以封一下观众方这边的普陀，看一下，踩个打不着急，观众方几个会员伞，大唐应该有破血了，破血肯定会亲热之宝宝，应该没悬念。照妖镜照对面女儿的那个状态，抓一下大唐，观众方地府看看会有什么操作。黄泉直接继续抓，观众方为什么不吃回来回速度？我没懂。破血，选择清武装的宠，武装的宠上飞，直接飞掉，观战方很崩，啊，观战方很崩。观战方一直不吃回来回速度，而对战方一直在吃回来回速度，很难受。对面大唐这一把不会点人，因为没有干将了。观战大唐有一个波兰，有一个那个扫完的盾，加上一个纸人是不会点的。对大唐如果说打得稳一点的话，会起一个混元伞。打得稳一点会几个混元伞，对面女儿的话，这把肯定是封补装，然后笑这边的地府，普陀这把百分之百要笑这个地府了。武装进去，普陀进去破甲，这把点大唐我觉得不可能啊，这把我觉得不可能点大唐，这把应该是一个提前破甲，绝对不可能点。官方地府还是没有放特技，选择继续照，驱散一下官方头上的灯。对面大唐起个五彩娃娃，龙战鱼也起起来，观众这把可以拉，但是武装清风望月过了，没有 CD， 这把只能武装人杰普陀技能拉，看看会不会这么选择，看一下会不会这么选择，武装人杰普陀技能拉，这宝宝顶血是可以拉起来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观众方会怎么选择，还有一种选择是大唐起个盾，五个宝宝保护大唐。武装先踩个塔，把封印解开，普通也踩个塔，地府踩个塔，地府塔刚刚踩过，可以驱散那边龙宫。选择笑地府，地府的愤怒是肯定够的。踩个塔，不着急，那就没有拉。选择起个方位指人，武装普通八百点，继续抓。双方继续抓，对大王速度有执念。来踩了一个混元伞，对面大唐应该是长驱，长驱到这个大唐的宝宝是一个疑似是一个耐力劈，但是直接被爆飞了，咱们不知道他什么宝宝。龙战鱼也伤害非常高，观众方这边武装的宠刚拉出来就只剩一丝血了，很难受。解开自己的普陀，观众方武装的清风望月应该是，我算一下啊，这回合应该好了，这回合清风望月应该好了。这把普陀可以拉，但是不一定拉得起。这把普陀可以拉，但是不一定拉得起，必须得带灯才能拉起来。如果不带灯的话，会被这边龙宫卷死。来看一下啊，一笑倾城又封住这两个单位，封住武装，武装轻轻，普陀技能拉，破甲，
应该是提前破甲，应该不会点。没有灯的话会被直接卷死啊！没有灯会被直接卷死。引大金没有用，对面的宝宝可以守尸，对面这个宝宝可以守尸，这个龙龟打尸体，绝对。这把很伤，打尸体我就知道没有灯是绝对起不来的。顶满扫过去开启刀，一千一扫不死，对面龙龙卷过来，只要卷一千七，这个龙龙就死了。只需要卷一千七，我们来看一下有能不能卷到一千七，一千八百多，我操！没有死，这把我没有跟，这把很伤。他普通拉起来顶了个大金，这个血量不像是神佑了，这个血量不像是神佑了，也有可能是神佑了，对，也有可能是神佑了。因为不神的话，一千七是必死的，啊！因为不神的话，一千七是必死的。他卷了一千九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死，应该是神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神佑的话，应该是死了，因为他顶的是一个大金，啊，应该是神了。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具体不知道，我打完之后可以问一下，啊，直接为五，你直接扫，那这个龙宫肯定是被空切了。那这个应该是被空切了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最后一刀，剩一丝血，有没有宝宝顶大金？没有，宝宝派过来145，剩一丝血，下巴有个砸，肯定是死了，被派了个500多，死了。很难受，双方一换一，但是观战方血亏，因为对方大克，这个血量是必死了。观战方的武装因为金清过，这把只能放清风望月，但是清风望月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观战方大唐要继续出宠，因为场上没有什么高质量的宝宝，没有血宠，这个二号位的宝宝血宠很快就要飞了，所以要再补一只出来。选择把观战方大唐封了，不让大唐出宝宝，张妖精照这边女儿。破甲一下，提前破观察王普陀，踩个塔，观察王法法当然没有出宠，黄坚直接继续抓，双方都要拿物理的速度，观察王这边也抓，但是观察王这边没有吃回来回速度啊，回来回速度又断了，哇，你看对面疯狂的吃回来回速度，对面回来回速度带了很多很多，非常强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，对面是可以拉起自己的法系的，这个普陀拉，然后这个龙龟可以顶上血，这一把可以点关张这边大堂，点关张大堂当然是必死的，这一把对面点关张大堂，关张大堂是必死的啊，100%死，没有悬念，是100%死的。我们来看他会不会选择点，因为对面龙龟有龙战，防御也死，防御也死，龙战防御也死。封武装，普陀技能拉，武装只能丢个无魂。选择出手，普陀技能拉，龙龟领大金。看一下，黄泉之狱抓没有选择点，其实点是必死的。我关张这边掉线了，地府没有开出来大堂。啊，大堂有罗汉。破血选清这只宠，这只宠刚防御就好了，那被清飞了，下一把这个龙宫也拉不了，疯狂给自己的龙宫顶千年，关战方龙宫是顶上千年了，血量还可以，关战方武装出了一只怒吼的千速啊，隐身千速，这个地府不知道谁开的，观战方很劣势，这一把对面大堂的话应该会起干将，我觉得起干将或者扫观战方这边大堂，其实观战方这个大堂是必死的，因为他没有宝宝可以开这个大堂，所以大堂是必死的，只能清风月现行符封龙宫，龙宫封出来了，但龙宫正门派应该会带神木面具拉起来，
义父人尽大惊吗？严大郎，大郎死了，这大郎是必死的，没有悬念。义父又掉了，大宋打过来，水攻，平砍一刀，青龙龟扫过来，大郎死了，空切，这个空切没悬念，这个、空切没悬念，三刀，对面龙龙卷一下，这个龙龙可能会死，龙腾腾到这个宝宝，看下伤害，三千三。讲道理很难打，讲道理非常难打，机会很渺茫。讲道理啊，机会很渺茫。欧柱凝滞，金青，对面龙宫，对面留意一下自己的女儿，怕自己的女儿被破了变身，拉出一只没有染色的豹子，可能是一只千素虫。虚灯没有吃掉，法连一下吃掉了，很难受。观战方这边龙宫自动了，哇，这很难受啊，疯狂自动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对面的大唐是蛮愤怒，对面这个大唐是蛮愤怒，他这把肯定要破血清这个宝宝了。我觉得对面地府会看一眼，看一眼把这个宝宝破了。其实法盲宝宝不用管他了，把这个虫破了，这个虫可能是能开斧的宝宝。套对面龙宫，把对面龙宫套进去，可以中了。对面点灯，关张这边也点灯。其实这个宝宝不清掉啊，关张点灯没有用的，应该是哎，这个开眼很关键，开到了自己的龙宫，没有开到自己大唐，那这把破血可能破歪了，我觉得可能破歪了。继续驱灯，灯又被驱掉了，踩干叫，几个纸人，这个宝宝不清掉啊，关张很厉。这个四号宝宝，这个五号宝宝不清掉，关张方这个灯永远点不起来，很难受。关张方这把要拉大郎起来了，对大郎有干将，可能会直接长驱守你。看一下，现在非常难受。我觉得银河不好打，不太好打。很难翻。又飘中三个金青，拉起大唐，看一下这把。看有没有灯。哇，没有灯太烈了，没有灯太难受了。这个没有灯啊，太难受了。没有灯很难翻。没有灯特别难翻。哇，对面这个龙宫这把卷过来，可以卷到这个，可以卷到这个，可以卷到这个，太舒服了。哇，直接卷到，很难受，观战方有点扛不住，我觉得有点扛不住了。飞了一只隐身的宝宝，马也快飞了，这马的血量也不多，只有五千多了。难受，我去观战方也很难翻，因为观战方是一个武装啊，武装打女儿很难打，武装打女儿是天然劣势，门派被 counter， 招妖精继续破，
棺材帮地府开始毒了，就已经难打了。一个地府开始毒啊，就说明很难打了。很难受，其实棺材方这个龙宫伤害很高，有没有发现棺材方这个龙宫伤害很高，但清不掉对面的宝宝。如果我是对面啊，我会给这个宝宝顶大金的，我会给这个宝宝顶大金，这宝宝很关键。其实龙龟我都可以不顶，但是我一定要顶这个宝宝，这宝宝可以让棺材方这边刷不了灵动和那个血灯。感谢9004712宝宝，还在用技能啊！小爽点龙宫，那这把龙宫应该是死了，这把龙宫应该是死了，只有一半的血，长区，那龙宫死了。感谢9004712的一个紫水晶，两个紫水晶，应该是空切了，有干将应该是空切，最后刀应该不会贴了，这个血量最后刀贴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全是选择贴，那应该很难受。那是很难受的。二龙戏珠1900，哇，这个宠神了，这宠神了，爆炸爆炸，这个雪宝宝神了，爆炸，真的爆炸，很难打。基本上这把是输了，对面没有无懈可击啊，说句实话，凉了一半吧，凉了一半。这把封普陀封的好，不让普陀刷灵动，这把普陀封的好，波兰龙龟。看一下对面的女儿有没有戴神木面具，看对面女儿有没有戴神木面具，很关键。如果女儿没有戴神木面具的话，是有希望翻盘的。如果女儿戴了神木面具的话，应该没有希望了。就看这把陌上给不给机会了，看女儿有没有戴神木面具。如果戴什么面具了，基本上没追了。我觉得很难，很难翻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聊天记录。没有神木面具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就是。没有神木面具不是直接显示，没有神木面具要等他身上的法宝消失才会显示啊，没有神木面具要等到对面的法宝消失才会显示。而且对面女儿流云过啊，而且对面女儿流云过，所以现在还不知道。看一下啊，
怪战方太难打了，真太难打了。说句实话啊，很难翻。说句实话，很难翻了。其实观战方为什么不上女儿，我没懂。为什么要上个武装？其实上个女儿是可以抢一抢的。观众这两把刀都带灯了，都带灯还能打一打，但是机会不大，说句实话真的机会不大。刘琳武装看一下长区龙卷守住了，观众这边站不住脚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一把观战方必点人，我觉得必点人，这把奥迪纳金一定点对面，百分之百点，这把一定点，这把不点没机会，我觉得一定要点。要么点对面大唐，要么点对面法系嘛。其实点对面法系好一点，我觉得点法系稍微优一点。看一下啊，他这边普陀点人了，看这把顶大金点谁？我觉得点对面法系啊，我觉得点对面法系，看一下是不是点对面法系的啊？可以哇，小丑没中，哇，这把小丑没中，感觉凉了，这把小丑没中，感觉凉了。龙宫拉起来一定是抗龙的，龙宫拉起来必抗龙，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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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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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应该没了。不抗龙还有不到，不抗龙还好，抗龙就凉了，凉了，凉透了，这他妈真的是凉透了。武装的卡也被造出来了，大唐死了，凉了。龙宫会龙腾还是龙腾还是抗龙啊？龙腾不一定死，抗龙是必死的。龙腾不一定死，看看那边龙宫拉起来。二龙戏珠，我操！龙腾死了，龙腾的话死了，龙腾伤害要比二龙戏珠要高。应该不是神啊，应该不是神啊。看一下兄弟们啊，只有两个气宝解不掉顶大唐金七，
对面只有两个气宝，解不了自己的大狼。点对面龙宫，继续点，把自己龙宫顶满，还是暴力，看最后一刀。观战方没有抗龙，观战方没有抗龙，没有灵动，没有抗龙，没有灵动，不好说，很悬，不好说，很悬。三千八炸了，现在有点机会了。银河这边运气还可以啊，银河这边运气还可以，大唐那回合没有死，七宝就是那个方一下中了，不然的话大唐死了就崩了，这样的话还可以打一下，不过还是很难打，不过还是很难打，因为状态太差了，还是很难打。讲道理啊，真的很难打，武装又被封进去了，观察武装变量卡。小爽挂了，他没有中。大王被空切了，这把大王被空切了。下把只能用慢跑来拉，因为对面女儿可以封她的普陀，只能用慢跑来拉，只能用这个跑来拉，这跑来拉好一点，因为这跑血多。如果拿普陀来拉的话，万一拉不起的话，很伤。拉起大唐，单封普陀，普陀灯点不出来，很难受，这个灯点不出来。下一把龙宫拉起来之后呢，观战方这边就比较僵了，下一把这个龙宫拉起来之后呢，比较僵了。观战方神力之宠其实还行，但是普陀必须得把灯点出来，普陀点不出灯的话，怎么打都是输的。这普陀要把灯点出来，如果点不出灯的话很僵，点得出灯的话还好，就看这把能不能把灯点出来。看这把拉起来，出了一个单灯，点个大要点杀，罗汉会点谁？小死亡对面大狼中了，起到1700能扫死，2000贴了，第四刀要出金甲才不死，出了一个甲第四刀，林大金给龙宫，苍白指人立一立，抗龙才死，龙腾不好说。800没有小四海有希望，估摸吧，还有红宠，没有小四海有希望。哇，没有小四海没点死，那很伤啊，对面又保不住。观战方打的，哎，没办法，你确实要点，不点不行。
其实已经很难打了，其实已经很难打，因为观战方这边一个武装是怎么说呢，就很难以翻盘的一个点。这个龙宫灵动也没有，哎，把这个电火闪去掉了还行，把这个电火闪打掉了，这个时候可以点灯了。看一下啊，现在还看一下，两边打得比较焦灼啊，观战方这边是稍微缓了一下，缓过来了，把对面那是电火闪的宝贝清掉了。现在就看这个武装是不是神风了，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，不点杀的话我们其实不用太需要解说，现在就看这个武装准不准了，这个武装如果准的话还可以打一打啊，还可以打一打，我去拿一个月饼吃一下吧，兄弟们，我有点饿，我晚饭就吃了那个两个包子。妈的，网易的月饼啊，我操，太难吃了，我日，妈的五人月饼，我操，我日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赢不了，我跟你们说赢不了，你们信吗？赢不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啊，这个位置宝宝和这个位置宝宝飞太多了，这两个位置宝宝飞太多了，赢不了，必须要神，不神这样打下去还是赢不了的。莫少他现在为什么一直不点人，他只要清一宝宝他就能赢了，所以他一直不点你的人，懂了吧？你以为莫商不能进攻吗？莫商也可以进攻，但他保不神，你知道我是莫商怎么办？我直接把这个龙龟扫了，真的，我是莫商，我直接扫这个龙龟。宝宝飞太多了，扛不住啊！宝宝飞太多，扛不住，所以必须得神佑。这个位置的宝宝和大的宝宝必须得神。升两次就行了，嗯，升两次就可以了。因为伤害够，所以大狼宝宝升两次，龙宫这个地方升两次，基本上就翻了。对面女孩已经有医术了，很难翻，真的很难翻。对面阵容太好了，颠倒一下女孩，下把女孩直接金青了，金青拉人了，拿什么翻？知道点女孩吗？别冲动，出来点女儿炸了。哇，黄牛直接 miss， 对面女儿一速下把金清了。
难受。五张马我得神，对面有一只虚弥，这马我得神，很关键。没飞还行，普陀可以拉龙宫，龙这把我可以顶大金，官方长区不一定守得住，对面当然有干将，这把可以点人，看一下陌上会不会一把金星，然后普陀技能拉龙龟顶大金，一斧挂小锁，按着官方大唐或者按官方龙宫，看一下啊，现在急需神的就是大唐的宝宝，还有这个宝宝，其纸人没有选择点，踩个塔，波澜一下自己的女儿，怕被点，普陀点个灯。黄金之翼继续抓关键方这边武装，速度一定要拿回来。黄金之翼继续抓这边女儿，但没有用。长驱直入手，顶个大金给自己女儿，直接长驱把医药清掉。但关键方这边小宝神了一只还行，对，能神就能翻，不能神永远翻不了，能神才能翻。对面龙龟也神了一只，对，关键方一定要能神，不神是翻不了的。对面鸟是可以清了，对面鸟一速，看一下啊。其实我觉得观战方这一把的话，如果我是观战方的话，我大唐会指个人的。这把其实大唐很容易被点的，啊、嗯，其实这把必须得先指个人，啊，有人让我闭嘴。你们他妈是看浩文直播长大的吧？让我闭嘴！其实纸人是不会翘的，为什么纸人不会翘啊？他纸人可以宝宝贴，是不会翘的。啊，先把普陀的光辉补了，摄魂，舔了。双龙戏珠守对面龙宫的。想按对面大唐，但没按死，这把很伤啊！这把大唐扫出去，把对面大唐满愤怒清空了。啊，这把如果扫出去的话，对面大唐满愤怒倒地还是比较赚的。但没扫出去，对面大唐现在满愤怒了。普陀可以技能拉，也可以用宝宝来拉，都可以。可以用慢宝宝拉起来，也可以普陀技能拉。对面大唐现在没有盾，换上大唐一速还可以继续按。武装只要有清风望月可以继续点，看看会怎么选择。我是对面啊，我五个宝宝，我四个宝宝贴大唐，真的。或者说对面大唐直接指人，这个龙龟的速度是比关张大唐慢的，可以顶上大金。对面大唐可以指人，然后这宝宝可以顶大金，然后慢宝宝可以拉起龙宫。这个龙龟的速度是比关张大唐慢，可以用这个龙龟给当顶大金，然后女儿点着龙宫飘三风可以。这把我可以顶大金，这个龙龟可以顶大金啊，斧头可以波澜，然后慢慢我拉龙宫。其实观战方有可能会点的，有可能还会抢点，不好说这把。如果不抢点的话，观战方是个纸人。看一下啊，金七，发明下斧头不让拉，斧头既然拉，没有灯还行。金七点杀，小爽点的四级挂吗？不可能，大点大唐，这把点大唐黑了啊！这个龙龟一定卡大金，我觉得这个龙龟是一定卡大金的，就这个龙龟龙行天下，这个龙行天下的速度是比官方大唐慢的，扫过去四刀，这个龙龟顶个大金，几个纸人直接炸了，看这把，啊，这把真的炸了，这把讲道理真的炸了，龙龟是不会贴的，龙龟应该是一个大金，哇，这把真的炸了。只能靠抗龙了，只能靠抗龙了，抗龙死还行。啊，这把真的，这把真的不应该点的。我说句实话，真的不应该点的。这个龙龟的速度明显是比怪兽大唐慢的，扫过去必然是龙龟顶大金的，没有悬念，绝对不应该点。这把我是观战方，我是不可能去点对面大唐的，肯定是先起纸人的。这把绝对不应该点。哇，这把点不死太伤了。波澜一下龙龟，我是对面，我是点你大唐了，你知道吗？
如果我是对面，我就按这个大堂，这大堂是卡不上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卡不上药，必死的，百分之一百死，啊，必死这个大堂，百分之一百死，没有悬念。他还在破解亲宝宝，我跟你说，陌上这么打啊，是很傻的一件行为。陌上在给银河机会，陌上在给银河机会，真的，再给机会。他的龙龟是喂不上五龙的，他的龙龟比对面大唐和地府都快，喂不上五龙。啊，这是再给机会了。其实这一把啊，观战方很好打的，武装出宝宝，四个宝宝贴大唐，然后波兰大唐，大唐把这个龙龟破血掉，地府去笑对面大唐，对面大唐满愤怒，这把不是纸人就是破血青龙龟。啊，去笑对面大唐，对面大唐不是破血就是青龙龟，点观战方大唐的话，一个波兰四个贴是死不了的，对面这个龙龟是要给大唐顶血的，所以这把保大唐，大唐可以选择起个纸人或者破血去让这个龙龟，然后直接出手。这个武装出了宝宝，武装宝宝还多的啊！这把轻轻点对面龙宫，别点对面龙宫啊！点对面龙宫是有点黑的啊！这把别点对面龙龟龙宫啊！其实波兰龙波兰大狼四个贴是最好的，点对面大狼还想点还想点，哇！真的是他妈执着，还要点对面大头。这个龙龟再卡大金怎么办？这个龙宫应该是有抗龙了。应该是有抗龙了，没有抗龙不敢这么跳啊！点死了，龙龟没动啊，给龙宫卡的。这把抗龙看抗到哪里去？应该是抗的，龙腾，这把还可以，这把赚了，这把还可以，这把赚了。点死对面大唐，武装出个丑，还可以。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点的，我觉得应该先清一下宝宝，但他觉得要点，点死的话是不亏的。啊，点死不亏的。陌上自己打的傻，你们知道吗？陌上把这个大堂按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他不按这个大堂，观战方大堂无限扫。你们看大堂身上状态啊，观战方大堂身上状态，金风六层，一直有这个状态，无限点对面大堂，而且速度也不难。其实陌上自己打的有点问题。其实按一下观战方这边大堂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再给，其实是再给观战方这边机会啊。但是观战方这边还是有点裂，嗯，还是有点裂。说句实话，还是有点小裂，因为宝宝的关系，而且观着对战方的龙宫的输出非常的高。你看秒大堂秒3900，其实对面龙宫的输出非常非常高。清掉对面的奈须弥。其实观战方这种打法啊。有点像猪圈那种打法。猪圈的打法就是属于那种疯狂点杀，不清那种没有威胁的宝宝。如果你的那种宝宝是没有威胁，他不清你，他就疯狂点人，你知道吧？是这样的一种打法。其实有点像猪圈这种打法，猪圈是不爱清宝宝的啊。猪圈也在观战方，可能猪圈现在说话说的比较多，很像猪圈这种打法，而且套对面普陀，不让对面普陀点灯，地府可能一把驱散过去了。这把可能观战方地府要去对面龙宫，我觉得可能会去对面龙宫。王年去抓大堂，这时候抓大堂已经有点晚了，驱散对面龙宫啊，有点像猪圈的打法，有一点点猪圈的打法的感觉。对宝宝神了一只啊，这宝宝神的有点难受。哇，这个龙宫的伤害也不错，龙宫的话没有灵动伤害是可以，打法上面有一点猪圈的感觉。啊，有一点点猪圈的感觉。这一把看一下会怎么选啊？正常来说的话，普陀刷灵动，地府的话会选择去笑一下对面的普陀，或者是笑一下对面的女儿，把对面的高速风给笑掉。然后如果说求稳的话，就赌一口，血量也不是很满，求稳的话赌一口也可以。对面的大狼拉不起吧？大狼可以踩个干将啊，比较稳一点。大堂的卡灵动刷起来，地府看看会干嘛？顶个大金给大堂小赛，黄连直接抓一下这边的武装，啊，选择抓这边女儿啊，对，女儿也可以抓一下。其实这个开地府的号的人还不错，长驱守下对面大堂，怕这个人拉人开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，
但是可不太必要。嗯，不太必要。观战方这边的话，大唐这把是不会出宝宝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出宝宝，其实可以选择，因为他再出的话只能出须弥了，再出只能出须弥了。如果有奈须弥的话，拉一个奈须弥还可以。这个时候拉一个奈须弥还可以，如果不是奈须弥的话，没必要拉了。但是大唐如果身上有破血的话，可以点着他的势力破血，因为他的速度是比对面龙龟快的。破血的话，对面龙龟顶不上大金，这把肯定是普陀拉大唐当出手。这个龙龟的话开龙宫，地府可以点着对面大唐抓一把，是比较稳的。因为抓一把对面，如果说拉起来的大唐没有灯的话，只有1515，那地府抓一把的话能抓900多，那么大唐只有600多点血，龙宫一卷的话，对面大唐也会死。大唐如果没有破血的话，应该会选择出一个奈须弥，这时候出一个奈须弥还可以，可以点人了。无恶归类武装，拉起来看有没有灯。啊，有灯，选择点个灯给自己的龙龟和龙宫，龙龟法防一下，大唐看会不会出手？对面地府毒了一口，血量有点残。有金青啊，这个地府身上是愤怒够了，有金青。看大唐，有破血，会有点尸体压，龙龟贴了一下，这把我再贴一下，龙龟飞了。啊，这把破血我就知道有破血的话一定会压破血，这把破血其实挺关键的。啊，这把破血其实挺关键的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翻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翻了。其实陌上打得有点差，说句实话啊，这个国标打得有点差，真的有点差。其实正常打的话没有机会。应该来说这场 PK 的话对手有点弱。可能这把不会清凤凰月了，这把是直接金青了。金青可能点普陀了。嗯，这把可能金青点普陀了。很有可能，因为讲道理普陀这把不会指人，观战方有抗龙，点普陀可能性很高，武装直接起，直接金青一把翻天，一个小死亡抗龙点普陀，点死就翻啊，直接赢了，应该就不说翻了。有金青可以点普陀，他有龙宫没中，起个慧眼伞看一下，选择顶个灯很稳，大狼出个宠，应该是大狼应该出个宝宝。地府人给普陀顶个大金，点龙宫，龙宫这个血量应该是死了，起刀看一下 ,900, 那四刀应该是能贴最后一刀啊，能贴最后一刀。观战方龙宫如果给卷的话不一定死，但是给双龙的话应该是死了。啊，给卷不一定死。看一下观战方怎么操作。龙卷不好说，有灵动 ,700 多不好说，给卷应该死不了。顶个大金，这宝宝是拉的大唐。宫宝派过去没有威力。大狼应该是没有什么宝宝了，所以一直不敢出力劈，没有什么威胁。看一下暴击没有，300多暴击的，没有拉大狼，宝宝给自己吃了个小四代，应该是千速拉大狼起来。对面女郎没有金青，普陀的话应该会出宠。对面地府这把是铁毒的，对面地府这把铁毒，龙宫的话应该是先卷，或者是先立个盾。女儿这把肯定要封武装，或者是封龙宫。其实我个人推荐对面女儿飘三封点龙宫飘，然后点武装飘了，他是没有飘中武装，武装起个混元伞。普陀选择出宝宝应该是，对面地府100%毒，这时候不毒不行了，不毒扛不住，选择毒。如果出双毒的话，大唐能站住，出双毒大唐能站住，单毒不一定，双毒了，毒到这宝宝，这宝宝力劈可以毒到，那能回个200多点血，大概有一个1800多点血。龙宫卷过去不爆的话，大对面大唐能站住，不爆大唐能站住，对面大唐1800的血，3400直接死了，啊，不爆能站住，不爆的话正好1700。那这个时候有点伤，这个大狼起来出了个宝宝，这宝宝可能是一只能毒的，应该是一只奈须弥，能毒的话应该是一只奈须弥，啊，奈须弥的可能性非常高啊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呢，对面的普陀这把肯定是要点灯给这个龙宫的，女儿如果有金青的话会放一把金青，如果拉人的话应该是普陀宝宝拉，因为普陀宝宝是满血，普陀宝宝拉大狼起来应该是一把纸人，龙宫这个时候是可以出个宝宝的，龙宫这个时候要出的话一定要出血宠，龙宫这个时候必须得出一只血宠，这个时候龙宫不用管，他不可能点龙宫，女儿如果有金青放金青，没金青的话起纸人。这把偷女儿的可能性非常高，啊，有金金起放金金，没金金起纸人。普陀肯定是点灯的，没悬念。普陀点灯给龙宫，龙宫出个种，这个时候不用管龙宫，龙宫下巴可以拉了，就算死了也没事。地府继续毒，凤凰毒，这个时候毒武装、毒大唐、毒地府都可以，凤凰毒毒普陀。对，起个纸人，女儿不能被偷，套对面普陀，对面普陀被套进去了，女儿下巴可能有金青，千足开掉，出宝宝。
这个切速是比普陀快的，普陀下来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对，疯狂的读，这个时候一定要疯狂的读，很关键，疯狂的读。对，这个疯狂的双读，回血回的非常的多。然后出手，射文那边龙宫强扫，啊，那应该是被空贴了，这个11800肯定是直接死了。其实这把点死对面龙宫，对面龙宫可以拉起来，龙宫卷开，要五花宝宝会不会飞？伤害比较高，卡了个药给自己的女儿，已经有药性了，女儿只加2610了，拉起来当当是一个纸人，没悬念，先立个盾，这是一只耐虚迷，哦，是用力劈，血力劈，劈龙龟，龙龟被封了，三千度，纸人立起来。这把的话应该是千速开普陀，普陀技能拉龙宫，龙宫出个宠，对面地府继续毒，疯狂的毒。女儿这把如果有金青的话，先金青，没金青还是一样，点着那个龙宫飘三风，然后对面地府的话肯定是选择继续毒了，就算普陀给他放金青，也要继续飘三风，也要毒，没有办法。就算地府普陀有金青，也要封龙宫，不能笑，因为笑的话就崩了。千速开，技能拉。最稳的是千速开技能了，封龙宫，单封一把武装，武装出了个虚弥，三号宠飞了，血少，千速开普陀，普陀技能拉起龙宫，官单方普陀应该是一把金漆，没有灯，一把金漆，水清龙宫，继续读，小爽点大堂，这把点杀非常牛逼，长驱抗龙点，这把点杀非常亮，哇，这把点杀给100分，陌上终于在即将死亡的时候点杀了一把官方大堂，这把点杀非常牛逼，可以给100分。龙宫还没有死，哇，这把对面很赚，龙宫没有死，力劈继续劈过来，对面这个力劈没有飞，下把可以劈这个宝宝，哇，很难受，这把非常难受，这把陌上打得非常好，如果点灯的话，有可能出双灯的，因为这两个单位血都比较少。点龙宫点灯有可能等得到大堂，对面女儿的话，这把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是吧？骑个塔下把能金清，然后对面地府肯定是毒。关张这把有点亏啊，出了一个虚弥，对面有个力劈，力劈可以劈一下关张，这个虚弥肯定要飞。这把点杀非常亮啊，长驱抗龙点，关张完全没有防备，长驱抗龙点，看一下。一笑倾城，哇，地府被封中了，完蛋，这把我操，地府被封中了，完蛋，血妈爆炸，应该是双龙的对面龙宫，应该是双龙的对面龙宫，这把地府的小爽没有封上，被封上了，血妈爆炸，哇，这把他妈的真的是血妈爆炸，本来小爽挂上直接一把非常帅气的翻盘，哇，这把。这个没办法说，这个真的没办法说，这个是运气，这个是女儿飘三风，这个是确实是运气，这个是属于运气，这个确实有点血麻爆炸了。对面地府可以拉个宝宝，对面龙宫可以拉个宝宝，很难受啊，这个对面拉出两个宝宝关灯猫就很难受了啊，如果对面能够拉出两只宝宝很难受，而且对面女儿身上是有把金青的啊，对面女儿身上必然有把金青。关张普陀水过两把，愤怒不够，绝对进不了。关张武装不可能进这把，地府没有用，只能踩着塔。啊，这把金青放出来，普陀可以技能拉龙宫起来。如果带个灯的话，关张血麻爆炸。哦，武装可以进，还可以。那地府能够出手，点个灯给大唐，大唐身上有一把长有一把平杆的，有一把平杆波兰龙宫，按对面大唐吗？小爽挂对面大唐，我操，对面女儿金青了，小爽还挂上了，但是死不了了，有一只虚弥，大概要秒一个1000多，大概要秒一个1000多才能秒死，哇，血量不多了大唐，但是也打不死，看这个虚弥有两只力劈，一个力劈拉了龙宫。神啊，这没有神，龙宫拉出宠出来，哇，很难受，这把女儿飘三风点普陀飘，关正方很炸裂，对面大郎有一把破血的愤怒啊，破血愤怒铁够，这把大郎没有死很难受，对面大郎破血愤怒铁够，为
为什么呢？他踩了两波维塔，一个鹅肝酱，然后被龙宫打了一个1800，1800能够加十点愤怒，两波维塔是24乘以48点，就是58点愤怒，58点愤怒，他这个还有塔再加24点，就是82点愤怒，他一定有半破血，而且他的血量是支持够破血完之后再破血一把的，很强势，所以非常稳。这把破血应该是破血这只龙宫的宝宝。点着普陀不要再懵，没有不要懵普陀，拉须弥想秒死龙宫，龙宫的话血量很多，秒不死，所以普陀可以点取灯来，龙宫一把卷普陀拉起大堂，没有灯的话会被龙宫直接卷死。加了个蓝给自己的普陀，一把金星很稳，很稳健。拉起大堂，大堂的话，如果长区点那边龙宫就炸了，长区点那边龙宫就炸了。如果是长区点那边龙宫，这把是就爆炸了。看这把大堂操作，这把观战方如果长区点龙宫，直接爆炸。长区点龙宫，那炸了，破血，龙龟神了还可以，对面龙龟有一把卷，打防一下有一把卷。观战方这个血量不好说，大堂1700多没有死，二龙戏珠。对面女儿血量也不是很多了，但是当对面的龙宫可以拉，很舒服。对面龙宫可以拉，千速飞不掉，力劈巨劈龙龟，龙龟的血量难以抵挡。这个看一下，一丝血，有一只烈火秒大堂守住了。哇，观战方这把血崩，对面大堂还有一把破血，啊，还有一把破血，看他会不会破，还有破血。如果再破的话，应该是。要破这只宝宝了，要破这只宝宝了。官方普陀只能选择继续拉，但是官方普陀的愤怒肯定是不够一把轻轻的，应该水过两把。但封一把武装，让自己的普陀能够点出灯来。武装敲对面普陀，官方这把运气不错，对面普陀没有封上，对面女儿没有封上，拉起大堂，强顶大金想扫，扫对面大堂，这把操作非常犀利，轻轻。如果能点对面大堂，这把很赚。起刀。1400，对面大堂几近于满血，贴了一下，如果最后他再贴对面大堂能破血出来啊，直接扫死啊，没有满血，他是有上限的。给女儿顶个大金，龙宫卷，对面龙宫拉起来应该会直接卷。一劈五号顶个大金给龙龟，一劈卷的劈龙劈须弥，那这个宝宝拉着大堂啊，这个宝宝拉着龙宫，一丝血能不能守住龙宫？加了个魔给自己的地府，哎，没有选择拉龙宫起来，那就是普陀技能拉着龙宫。对面宝宝是吸四吸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对面要用一个宝宝去开掉普陀，他这个宝宝如果有千，他这个千速，如果千速如果说有乌龙的话，他会用千速开普陀，普陀技能拉龙宫。为什么拉龙宫呢？因为大王头上有灯，拉龙宫有 50% 的几率可以带灯，所以他会用这个宝宝开普陀，他没有乌龙了，没有乌龙了，所以选择这样。砸飞他，漂亮，知道吧？这个须弥砸飞很亮丽。对面地府只能继续选择毒，选择罗汉亮丽。大堂一把三百指人，龙宫如果爆的话，会把对面大堂爆死。他大堂只有1000血，700多没有死。对面有力劈，宝宝开掉自己，三号宝宝拉龙宫，应该是三号宠拉的。哇，对面一只力劈神了，三号宝宝拉起龙宫，龙宫起个指人先不卷，哦，直接选择卷很刚。观战方这边有点扛不住，对面普陀只能选择点灯。其实如果我是对面啊，我这把一定是先速宝宝顶大金给大堂，然后小死亡挂观战方这边大堂，强扫观战方这边大堂，龙宫直接给抗龙，这个宝宝点的龙宫拉，直接普陀点灯，点观战方这边大堂，点死观战方那边大堂，对面就赢了。观战方这边大堂很难受，一笑倾城飘三峰中了，清风有点难受，解掉了自己的龙龟，没有解掉自己的龙宫，顶大金，大怂呼过去，对面地府毒，对面龙宫有，对面龙宫一个波兰有4000血，一个波兰加4000血，一个毒加900多，本身有1000血，有6000血，大王看看能不能空切，平砍一刀炸了，没有扫出去，长驱大王7000多死了，关刀崩了，一把纸人，这把长驱。没话说，这把长驱只能说是一把天命，真的，这把长驱只能说是一把天命。关
战方现在已经基本上啊就是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战方现在是不可能给观战方什么机会的，他的大盘只要能扫挨死观战方一个人，其实观战方就没了，他的龙宫一直卷，观战方已经拉不出宝宝了，武装没有出种，大盘没有出种，说明观战方的宝宝已经不多了。大昂这把重伤效果想起来很难受，因为对面有只须弥，观战方大昂没有灵动。如果我是对面的普陀，我直接刷灵动了，我灯都不点了，我直接刷灵动，给那只须弥刷灵动，能够锁观战方大昂尸体。观战方这边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进攻了，很难受。选择点灯，其实点灯没有必要的，直接刷把灵动是最舒服的。过来一下龙宫八倍点，黄泉之息抓一把点灯大昂尸体抓的，怕你普陀进来拉。咬一下三号须弥，很关键，平砍引导武装，对面龙宫五龙开掉，龙宫卷，龙宫要飞，看能不能神，一千血，一丝血，那直接飞掉了。金七能够拉起大唐吗？三号宝宝可以守尸，大唐有重伤效果，平砍引导没有飞，力劈选择劈到孩子了，我操！欢迎响哥啊，拉起来，1237，这宝宝没有跟，有一只烈火的，我操，1473。这个很难打，真的很难打，完全拉不起人，还连了，真的很难打。大唐突然没有灯了，非常难。其实对面啊，如果说打的有灵性一点啊，你们知道这个地府应该干嘛吗？点这个大唐挂小死亡，不是这个孩子啦，就是普陀啦。地府直接点了这个大唐挂小死亡，龙宫直接卷所有宝宝全部跟这个大唐，对面大唐直接一把平砍大唐，点死大唐就赢了。如果说陌上打的比较有灵性啊，直接一把小死亡挂过来，其实观战方很难打，他慢宝宝拉，对面有须弥可以守，非常难受。女儿这把肯定是单封武装嘛，对吧，让自己的普陀能够刷出灵动。地府不知道能不能再出出宠来，地府这个时候如果能出只力劈出来的话其实还行，能够劈飞这是三号宝宝，这三宝宝其实挺关键的。千足拉起来，普陀想点灯对吧，点灯挂小死亡直接没了，看看会不会点灯挂小死亡。金七血量能够扫出去，选择开眼，小爽对大唐没有中，对面没有什么灵性你知道吧，他如果点灯挂小死亡，这个幽灵打过来大唐是必死的，没有灵性，大唐身上5000多上限，真的没有灵性，一定是高速拉的，不可能低速拉，一定是高速拉的。死亡打过来有灵性，这把我还可以，但是没有挂小死亡，没有机会。1900多死了大唐，但对面大唐可以拉起来，看对面大唐几回合的灯，对面大唐是下有两回合的灯，这个两回合的灯倒没有什么用，又飞了一只血宠，很难把这个大唐提起来了。为什么不清这个三号宝宝？这个三号宝宝其实最关键，其实三号宝宝是最关键的。对面可以选择用普陀技能把大王拉起来，一笑倾城，他没有选择用普通技能拉起来，那他是选择用慢宝宝拉的，笑了一下关张这边的地府，关张地府一把魂飞魄散，可以去掉两个血灯灵动鬼眼的状态，还可以非常舒服。哇，但是观战对战方的龙宫输出太猛了，观战普陀宝宝必须得神，不神的话观战方下把普陀拉宝宝就拉不起大唐了，对面一只力劈飞了，但是不关键啊，对面可以拉须弥了，很他妈不关键，这只力劈飞了。五彩娃娃对面当中使用了一把五彩娃娃，五彩娃娃我认为这个法宝是傻逼法宝，如果我是对面大唐这把我一定拉须弥啊，如果我是对面大唐这把是必拉须弥的节奏啊，必拉须弥的节奏，拉须弥没悬念，看观战方能不能有一把逆天翻盘啊，小爽挂死对面龙宫或者挂死对面的大唐，逆天翻盘，看有没有这种节奏啊。我玩梦幻，我开大唐从来没有起过五彩娃娃，我觉得这个法宝很傻逼，没有用的。其实起这个法宝啊，不如砍一刀宝宝。一笑倾城，哇，这个姿势美如画，封住了普陀，有金青，普陀可以技能拉起大唐。看一下，波兰拉自己大唐，普陀技能拉起来有没有灯？很关键，有灯。
地府对面地府毒，对面地府血量也不是很满，关正方地府会不会毒一口？看一下关正方这边，小虫计划这边打狼，这把城去抗龙吗？难道顶大金还要打，还要点，非常疯狂。对面有纸人，两下破波澜，最后一刀能不能扫死？没有扫死，对面大狼出出了宝宝。关正方大狼又是被一个虚名打到血，但大狼没有死，龙卷雨局对面大狼有多少血？能不能死？爆一下，2300死了，很关键这个暴击。如果不爆，关正方是血妈爆炸。如果不爆是血妈爆炸，但是关正方大狼还是死了。这个三个宝宝肯定是守关正方大狼尸体的，你先死。还好是点死了对面大狼，不点死的话是很难受。回合制游戏嘛，一回合你强，一回合我强。观战方明显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点杀阵容，而对战方是一个比较喜欢防守的卷卷亲宝宝的阵容，所以观战方的点杀会比较多，而且点杀也会进行的比较频繁。这把小爽点死还可以，风中，哎，观战方这边武装是选择丢了一个无魂，流云一下自己的地府，去拿地府，拿跟普陀抢速度，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。其实对战方啊，水平明显比观战方要低，真的。如果平阵打平阵啊，观战方一个小时就能赢了，真的。对战方的水平明显比观战方低很多，真的低很多。沉了一只，飞了一只，看这是千速。千速飞了，这续宝宝续不上了，不神不行。哇，这个须弥神啊，有一句实话，这个须弥神啊，这个大唐就别想起来，真的，这个须弥神啊，这个大唐就别想起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对面的普陀看他会不会玩，如果他会玩的话，这个普陀看到他会点的须弥双灵动。为什么点的须弥双灵动呢？因为场上他的地府有灵动，他的普陀有灵动，他的女儿没有灵动。场上比场上大狼死在地上，这个幽灵有没有灵动？幽灵应该有灵动，他能刷到灵动就是一二三四五五个单位，正好刷到五个灵动，所以他点这个虚拟刷灵动是最专业的，看他会不会点的虚拟刷灵动。单封一把武装，有花应该是必中的，我没中，有花没中，对面女儿有点黑，刷灵动，选择收灯。笑一下，观众这边的普陀，普陀拉一只千速，应该是护佑，应该是一只千速，不可能是迟钝。死亡打过来没有中，哎，龙龙舔了一口，还行。观众把龙龙卷一下，非常奋力的想清掉这个三网。垃圾大堂，三号虫很关键。哎，可以。这把没有法波，当然起来了，很酷。他这个普陀没有刷灵动，落点这把刷灵动了，当然起不来。还是这个普陀玩的不够溜，刷灵动有机会，这个把我能够顶上大金，还有机会。这把能点死人的话，我估计啊，观战方这把应该是城区守对面大狼的，应该不会点啊，应该不会点。看看这把。关掉大王应该是出第七只还是第八只宠啊？应该是第七只还是第八只宠。大王头上的灯是两回合收不了。无魂武装，不让武装去套对面普陀，杨志看到拉下堂。我操，3900多！这个毒不能点的大堂毒。如果点大王毒，当然扫不出去。刷灵动，三个塔，其他买纸人，有个死亡宠啊，有个死亡宠，有个死亡宠，开掉自己的女儿，很难受，3900多。对面这个虚弥飞的还行，这个虚弥飞的挺重要的。这个虚拟飞的非常重要，观战方还是保留着一点小小的希望。
就看观战方能不能再点死对面一个点。其实我觉得只能点死女儿能翻，点死别人没用，我觉得只有点死女儿才行。我觉得啊，只有点死女儿才行，点别人没用啊，赢不了啊。点杀的目标选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，这把一定要点死对面的女儿，如果不点死女儿的话其实很难。看一下啊，哇，女儿赵有金亲，我操，对面龙骨满血，他普通没有中，对面普通刷了把灵动，哇，这把波澜龙宫金亲双方护金，我让大家卡一个，让大家卡一个，我操，大死亡，哇，这个大死亡，这个大死亡有点被动。这大双有点被动，主要是这个大死亡不敢随便点，你们知道吧？主要这个大死亡不敢随便点，你们知道吧？不敢点，点的话，万一没点死的话，别人一波反点你防不住。看这把纸人，清风而月，要点了，点谁？点女儿吗？这把，看一下。点女儿吗？哇，莫上你妈个逼的，你这起个纸人，我操，烫得爆两下。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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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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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他妈点不死，这他绝对点不死，这你妈逼能起个纸人，这他妈太溜了，我操，哇，这个陌上怎么防点杀这么屌的、啊、这把七个纸人，这把我觉得，我靠，这把七个纸人我真没想到啊。嗯，这把纸人有点，陌上还是防守牛逼啊，说句实话兄弟，给我陌上一个他妈比复活盾陌上能活六个月，我操，真的，陌上还是防守强呀，防守呀，真的是牛逼呀，我操，清心咒点杀驱散大唐强按，这把很关键，扫出来没有宝宝贴，第一道八百，第二道龙宫贴，兄弟们在哪里，如果龙宫不贴大唐必死，龙宫如果龙宫不点必死，大风打过来也就剩下个200多点血了吧，靠头七七，哇，还剩了一只力劈，你敢信，哇，记得，哇，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，银河回来打，银河回来吃鸡吧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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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他妈真的是血麻鸡，这真的是只能吃鸡的，银河回来吃鸡吧，银河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兄弟不照顾你啊，我只能再去吃个月饼了，我刚吃个月饼回来你翻盘了，我看我吃个月饼你能不能让你养护出来啊。反冲对面大唐没死，有一只善恶 CC90068 阿喷，阿喷果然啊 CC9068 阿喷还是厉害的，真的，果然啊 CC9008 阿喷啊，我就知道这是阿喷善恶宠，有花招的，
还是有点用的，说句实话，讲道理啊，这个还是有点用的。你们看，其实他的死亡就六回合了，对面中了个死亡是四回合的，其实就差两回合，还可以。我什么月饼？我操，月饼有点用，兄弟们，我吃过月饼，怎么样？说，兄弟们，吃过月饼。兄弟们，这个月饼啊，还是有点厉害的，我跟你们说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月饼啊，就一个月饼，单独售价35块钱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月饼叫什么？香港美心月饼，流心奶黄月饼，有没有吃过这个月饼？单价售35块钱，比半岛月饼还要牛逼。真的，这个月饼有没有吃过？35块钱一个，我吃一个啊。这个月饼真的好吃。我没买月饼，我就说一下。我操！是不是月饼饱到神了？我操！吃月饼饱到神。早知道我早点吃月饼了，兄弟们，很尴尬，我是。有没有压银河银的兄弟们？刚刚3.0有没有进去的？给我刷两个水晶，我再吃点月饼。我已经把月饼吃完了，兄弟们，这月饼已经吃完了，要不我再吃一个？兄弟们，有水晶给我刷水晶啊！感谢彩色啊。什么月饼啊？没有那个送的吗？没卖，我们卖的是那个半岛月饼。我再去看有没有月饼啊！哎呦，你们听他说，他说的话能信吗？哇，兄弟们，这个半岛月饼还有一个，这个我慢点吃啊，这是半岛月饼啊，这是半岛月饼，兄弟们，这是半岛月饼。哎，兄弟们，出了个洋户，我操！哎，兄弟们，真的要翻了，我慢点吃，兄弟们，我慢点吃，兄弟们啊，慢点吃，来，兄弟们，有水晶给我走个水晶啊，我兄弟慢点吃，我先舔一口月饼，奶香包，很强势，感谢220连击啊，兄弟们，有压银河的啊，月饼走一走啊，给我刷一个紫水晶，一个紫水晶我就能吃啊，慢慢吃一个月饼，再舔一口，有人气啊，兄弟们，人气票走一走啊。这月饼不错，奶香月饼套中普陀要翻盘了，兄弟们你们看到没有，很强势，我这个月饼吃一口月饼直接套中了，真的非常强势。里面是蛋黄，感谢影帝的紫水晶。兄弟们有人气票做人气票啊，哇，再舔一口。里面是一个蛋黄，还可以，地皮这宝要飞了，因为我吃的月饼，马上飞。现在我吃月饼啊，银河这边要凤凰神了啊，凤凰神有这宝肯定有神了。哎，没神，那我再吃一口，刚没吃到，刚才说话没吃月饼。这把千足顶大金扫这边龙宫，对不对？银河很强。感谢影帝送的，哇，影帝送了多少的那个，兄弟们给影帝报上来，有没有场控在，把影帝报上来，给影帝上个马甲。我在舔月饼，没有大王快吗？没事，我吃了一口月饼，普通人能顶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月饼非常强啊，普通人顶就行了，收灯也能扫出去。看一下啊，点了一次没事，他封不上的，飘战风一个不中，中普陀没事，对吧？中普陀没事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看中普陀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大方别中就行，很稳健。你看拉个孩子出来，峰回路转，看到没有？大伤打怪现在是不会中的了，秒过来一个都不爆，你看一个都不爆，对不对？
这个秒我是爆四个，你看爆了一个啊，对面神了一只，这把我神了没用啊，这把我神了给这把我吸血爆一下，你看神了吸了900多，很舒服。感谢影帝啊，我给影帝上马甲，感谢影帝的那个，感谢影帝啊。不行，兄弟们，我这样吃月饼，我感觉我有点变态，你们知道吗？妈的，我把这个月饼表皮给舔破了，我感觉太变态了，我得吃了，兄弟们，我得咬一口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时候我得要咬一口了，怎么样？咬一口，啊、嗯，嗯，这个半岛月饼啊，比那个流星月饼啊要好吃一点。嗯，非常不错。这口月饼下去，我已经充满着力量。看着啊，武装金青，哇，武装音速了，看到没有？吃了一口月饼，武装音速了。我操，这口月饼太猛了！吃了一口武装音速，很勇猛。哇，观战方直接补了一手长驱，你看狂给直接一把重伤。关战方这边宝宝是狂神的，一把金青全部解掉，你看什么都有。一批选择批一号爆飞的吧，蹦刷卡拉卡，你看蹦了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就说蹦就蹦，连一下这宝宝，这里批爆神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定要发出声音才有用，你们不懂。你看爆一下，要神一下，你看这个宝宝。哎，他们怎么不拉大唐啊？他怎么老是普通来？他对没九转了，对没有九转了，我操！很勇猛，国标把别人九转打空了，那他妈也太强了。兄弟们，我把这个月饼吃完了，我要好好解说了。比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嗯，我已经把月饼吃完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把月饼吃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现在的节奏啊，兄弟们，说句实话啊，有一说一，我第一次看两边打 PK 都是国标，打了一个半小时，他们场上还有五只宝宝，还没有人死的，就对面打上死了。神了一只，废了一只，神了一只 DP， 废了一只养护，养护的目的你达到了。其实还是观战方的状态好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观战头上都有灯，对战方头上没有灯。你看观战这边这个 DP 太猛了，我是，非常的勇猛。对面为什么不拉大塔啊？没有九转了吗？啊，有九转啊，小唐。这感觉观战方要赢了，这个武装音速啊，感觉要赢了。月饼真的太猛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月饼特别好吃。我刚刚吃了三个月饼，网易的月饼太难吃了，网易的月饼是五人月饼，我操！啊，对面女儿音速了，吃着回来回速度。金青，其实这把好傻，他女儿为什么要金青抗小锁？无关那边斧头不让点灯，我又舔了，很强势。金青，互相金，小爽，金青的是金青的太难挂上了，扫过去，跟大家又跳了，这是这边贴的，这他妈贴的浪费血，这边贴，这贴太浪费血，点着他，牛逼，直接死，哇，浪费对面一个九转，很舒服。点着他都来了，对面应该只有这个宝宝有这个单位有血宠了，有拉药了，点着啦，兄弟们啊，很关键啊，比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，双方现在就是拼两个风系的命中率和地府的小锁的命中率了，很关键，单风武装。封中了，
驱散一下龙宫。大唐波兰用个无魂舔一手，这是一只力劈，全力力劈，这是红色的，是一只全力劈，劈过去飞。又什么操，没有月饼了，现在没有月饼了，真的没有月饼了，我已经吃完了。难道是长驱？难道是一把长驱？顶个大金顶满，满血死不了，37很关键。大唐有一把破血，哦，吃网易的，网易的还有半个吃吗？网易的很难吃，我操，网易的五人月饼好难吃啊，芝麻味的，里面有特别难吃。不行，我不能吃网易月饼，网易这个真的难吃。兄弟们，没点我关注左上角关注点点啊，这把很关键，看一下这个武装敢不敢清风望月。如果清风望月点对面女儿的话，或者是点对面大唐的话，是很亮丽的一把操作。看一下啊，吃小哥的，小哥又没给我寄，看这把啊，兄弟们还有20分钟了，最经典的月饼就是五人，我操，你别闹了，五人月饼很他妈难吃。看这把啊，看这把很关键，这把很关键，无魂金青，看这个大唐啊，这个大唐很关键，这个大唐如果说不舔的话，对面是肯定死人了，就看这个大唐会不会舔了，很关键这一把，就看这个大唐会不会舔，先看小死亡重不重。大死亡中，小死亡走你，可以别舔兄弟，扫出去漂亮，防御了，直接防御，防御了，龙卷点不死啊兄弟，龙卷点不死啊，龙卷好像死不了，哎，他没有防，那怎么伤害这么低啊，这肯定是一只全力劈，有没有高处的把它吃掉？哇，这孩子他妈的，爆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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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！哇，血包爆炸，兄弟！哦，劈飞一只血宠还行，这搞什么？没点死，我日，白喊了。哎，其实还行吧。只要自己的大唐不死就还好，希望自己能保住自己大唐，但是对面如果是抗龙点大唐的话，好像大唐是必死。我跟你说啊，对面如果是抗龙点大唐的话应该是必死的。看一下啊，碎玉弄影风武装点人了，碎玉弄影风武装是100%点人了，看这把啊，看这把，没点人，他为什么碎玉弄影风武装啊？傻逼吧！这不弱智吗？我操！那关大方很开心啊，那关大方不是超级开心？把灯点一点，对吧？这很开心啊！他碎玉弄影风武装不点，我对面还有宝宝，哇操！那个 DJ 还有宝宝，哇，这个全力劈不清掉吗？我这不是全力的力劈，我操，可以吸血，What the fuck？ 武装被封住，起个塔，自在一下对面大唐点人了，这把自在不点人我不信，摄魂还是换张龙，还是换张大唐，波兰龙宫没有用，大唐死了，大唐吸指人直接撤。哎，吸食人直接跳！哎，哎，莫商在干嘛？莫商，哎，莫商在干嘛？莫商，不扫你妈逼的！这次被他砍死，这里皮，我操，这皮伤害好高啊！我太神了，我日！我操，这个莫商他妈的收灯还怕扫出啊？演员，我日！那你收了大鸡巴灯？
真啊是他妈有点爱神的，他护点。陈哥说的有道理，陈哥你说的都对，陈哥，陈哥刷点吧，陈哥。陈哥你说的都对，陈哥，陈哥 你怎么这样，陈哥？陈哥太过分了啊，陈哥，看看直播白嫖是吧？这么大一老板啊，干嘛呢？哇，陈哥你公屏上面指点江山，你给兄弟刷点啊。兄弟们有包袱里面有人气票的，咱们看直播看这么久啊，包袱里面人气票给主播刷一点啊。我看兄弟们多少人在看我直播啊，咱们包袱里面有这个人气票，咱们人气票走走走啊，好吧，感谢大家啊。有人气票咱们刷点人气票给兄弟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只要人气票就行了。然后没点关注的右上角有一个星，有一个关注，可以帮我点一下啊。主播解说非常厉害啊，而且还会很会吃月饼，点三，你装金凤月看这把。兄弟们很关键，快听音，没中，感谢路人6464，小锁没有中，是 perfect， 兄弟们，这把点杀失败了，感觉很酷，读一首武装满血，双毒，毒对面大唐，再读一次，毒对面大唐，毒对面女儿可以，双毒满血，快听音没有中，出6个甲，法术防御一下，没问题，平砍一刀神，啊，别神了，来飞，一，二，加，雷锋踢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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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雷锋贴一下，双吸珠，加，我操，假了，漂亮，一劈 miss， 哇，去你妈的，来金甲，哇，这个被劈了3000多，有点扛不住啊，这他妈被劈3000多，有点扛不住了，这他妈3000多有点难以抵挡，对面也没有血了，对面也没有血，你看到那女儿也没有血了，观战方还需要一波点杀。只需要最后一个一波点杀就可以了，很关键。水晶不显示吗，陈总？你再刷一个我看看，陈总，你再刷一个我看看。哪边分高？观战方分高，但是应该判不了，应该快结束了。陈总，我没看到你水晶啊，陈总。对面女儿3000血，看对面女儿三飘了，三飘姿势很帅，中了一个龙宫，波澜一下自己的女儿，帅出须弥了，冲刺了对面，对面不想给观战方活路了，冲刺了，金青小死亡点女儿，中了，有希望，顶个大金。漂亮，翻盘了！这他妈你报给抗龙的吧？这他妈你不能不给抗龙吧？这他妈你不能不给抗龙！感谢呵呵呵的水晶啊，感谢陈哥的水晶啊，死了！漂亮，要翻了，很关键。兄弟们，逆天翻盘就在眼前。那跑不出来，武装起来喝了个酒。哎，不对，武装起来没动，武装起来干嘛了？要不喝酒，要不指人。哇，兄弟们要翻盘啦！很关键，天地自己，金七，这把天地有点酷。对面地府没有动，挂着武装小锁。哇，翻了！天地自己太牛逼了，这把天地太牛逼了，可以。这把天地可以给全场最高分，9.5分。为什么不给10分呢？因为武装站起来没有动，那个操作要少给几分。这把天地很他妈强，孩子点了，起来，很强势。刚才有一个100分的是吧？现在已经可以给98分了，这个点拉可以给98分，对吧？
来，兄弟们，很关键了，这一把点杀非常关键，这把关键方是要点的，一定要点。普陀收灯点，来看一下，普陀收灯点，波兰大狼没有用，扫过去必死，吃战灯，点武装灯啊、哦，这个他地府快啊，他地府快，不能收灯点，小死亡挂过去，大金，还有大金扫过去，漂亮，波兰没有用，波兰必死，波兰没有用啊，死了，最后刀，有人贴没有用，龙宫一把双龙戏珠。龙卷雨击爆一个，1700多，没，讲道理啊，这你不给双龙吗？这他妈能砸死吗？我在想这个问题，能不能砸死啊？这他妈负100分啊！我操！武装应该有虚弥，武装可以拉虚弥，武装应该是有虚弥的。拉虚弥，但是对战方一号位的保护血很少啊，有可能会换到一号位啊。一号位保护血不多吧？我记得，看一号位有多少血。啊，血很多，套普陀不让那张女儿中了，漂亮。这把套中普陀也很赚。啊，神了是吧？我没注意。哇，这击双毒，很舒服。哇，这个老头刚刚被打一下这么伤了。哇，双方都在补。武装估计没什么宝宝了，我估计武装就一个孩子了。武魂龙宫。武魂龙宫，这龙宫都不舔，牛逼！亲妃女儿的宠，拉不起女儿，虚弥防御，防御没有用，马上就要飞，开掉自己龙宫，龙宫有近亲，打武装，武装被天地没有关系，再点对大唐，翻了，这他妈都能翻盘。这都能翻？真的吗？说句实话，真的是陌上菜，这个他妈的都能翻，我是没看懂。这他妈的都能翻？讲道理啊，我靠！这观战方一把死局都能翻过来，简直就是他妈 SKDY 打他妈 EDG 领先他妈10000经济啊！我靠！哇，早知道我不吃这个月饼了，我日！那银河直接翻盘了，那他不是欺负我兄弟莫上了，我日！我不让他欺负我兄弟莫上，破血点那死了！哇，我莫上兄弟他妈的被狂干。丢两个武魂都不舔，那炸了呀！对面龙宫还防御了，没了。嗯，难以抵挡。Clear Love 看了我的直播，要开始吃月饼了。嗯 ，Clear Love 看着我的那个是吧？要吃月饼了 ，Clear Love，EDG。怒定十盒半岛月饼，上场之前每个人吃一个，逆风局再吃一个，是吧？领先10000经济，每个人再吃一个。真的，35块钱的月饼不是开玩笑的，很他妈强。我都说了，观战方的水平要比对战方高很多。观战方这把天地，说句实话啊，是有点亮的。观战方的水平要比对方高很多很多，至少得高一个 level， 高个一个多级别。对战方真的不行，大克输了，你这找谁说去？哎，舔了，暴龙还开号了，我的前两个。
等一下，喷喷90008，喷喷守住，喷喷喷喷，噔！我操，500多，喷喷连一下，喷喷，去你妈！喷喷没守住，我操！讲道理也很难翻，因为对面女孩还是会死。讲道理还是很难翻，要不我吃一口网易月饼吧。网易月饼走一走，嗯，啊，吃一口了，很简单的一口。这把对面女孩飘三个过来，应该是飘中官方的普陀，普陀的宝宝，还有一个孩子，然后只中了一个孩子，别的都没中，啊，孩子不能中，只中了这个宝宝，孩子封不上了。你看，一个都没中吧？很强势，他把这个盖了，想要送冠女儿。哎，为什么皇权之息啊？为什么不想要送冠女儿？哎，大爽用招要中大爽，很贪心，当大爽没中。长局对面大唐没死，发挥强龙功，对面龙宫继续卷，很暴力啊！哇，这死的有点节奏感。这个宝宝如果不飞的话，拉不起女儿，拉不起女儿，还魂起不来，有一个慢宝宝守住。我操，地涌金莲，你妈买皮！我操，这个操作，你妈买皮，我是。他有400血，读不了，读只能读215，读只能读215，读死不了，读死不了。哇，这个你妈买皮啊，兄弟，讲道理啊，你这 PK 不能这么打。哇，这个地府技能没满吗？为什么读211啊？211是吧？一笑倾城，哇，中了武装，清风月啊，进点龙宫清风月，什么情况？小死亡抗龙直接点大唐吗？长驱靠龙点大唐，小宋换女儿啊，中了，那无所谓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女儿换大唐，那肯定是女儿亏啊。平砍一刀，敲了5000多，浪费输出长驱，一把抗龙，抗龙肯定死了，不用想，这个大唐扛不住这个抗龙的，金甲也没用，别金甲了。龙卷雨击对面大唐，2000死了，还是点大唐啦，没问题。地涌金莲一手，哇，这手地涌金莲很酷。观战方分数高一点，对战方分数低一点。看一下，笑对面普陀，杨枝甘露大堂看有没有灯，哇，没灯。还可以，这边地府毒，哎，开眼了，我操！哎，开眼是什么操作？强换须弥，给须弥顶大金，哇，畜生操作！请上来指人，我要龙宫卷过去，爆爆门剑，没死，铁，修罗隐身，你妈买皮！这他妈也行，修罗隐身，意思就是你还有九转咯。意思就是你还有九转，武装封普陀能不能中很关键，武装封普陀能不能中很关键，能中基本上是赢了，不能中的话对面补够可以点个灯出来，看这把很关键。
套大堂，没中，炸了。为什么套大堂？哇，为什么不动土啊？没中套大堂。你妈卖皮！我操，回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回起来了，对面。一丝血，我操，全部一丝血，哇！感觉好像赢了。他这个孩子可以拉，你知道吗？孩子拉普陀，普陀可以进拉亲女儿，女儿有三千多血。这个龙宫这把能出手的话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这飞了。我这毒神了，我操，这个牛逼！龙宫封中了还行。哦，这个贴了，拉起来带个灯。哇，没带灯，难受。射纹那边的行，长区要按2000死了，应该赢了。哇，4500！烈火守大堂，心有点大，还在守。哎，孩子没有主转了。那你妈买皮，你隐身个鸡巴？那你隐身鸡巴？那你不他妈不隐身，你还跟他赌博？我操！你他妈没有主转，你隐身毛？傻屌，我是。那应该没悬念了吧？讲道理，那我觉得没悬念了吧？开个无间，把这边龙宫点了，赢了，拉不起，看刷没刷啊？真的，心莫上，会翘的。扶起来，两只虚弥，700多，再连一下啊，守住了，立不起来，刷了，看看是谁，啊，飞小小，观战方，银河影，观战方银河影。兄弟们，来，刚刚有小礼物的兄弟们，这把很舒服，兄弟们，你们给我小刷一点，兄弟们，这没问题吧？兄弟们，你们很舒服，今天对不对？你们这太舒服了，银河莫上，银河在前面，知不知道？银河莫上，银河在前面，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这边有个关注啊，帮我点一下啊，这个位置有个关注，帮我点一下啊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啊，感谢良辰啊，真的，银河莫上，银河在前面。说句实话，有人气票，兄弟们，咱们送送人气票啊！包裹里面咱们人气票走一走啊！咱们现在排名24，咱们马上超过这个阿龙先生，咱们包里面人气票咱们走一走啊！真的，宁河莫上，宁河在前面，运气这么差都赢了，太牛逼了！不过我跟你们说啊，其中打 PK 啊，应该是猪圈指挥的比较多，因为这种打 PK 的方式很像猪圈，猪圈打 PK 就是这么点的。猪圈打 PK 就是这种点法，我跟猪圈交手过很多次，他打 PK 的风格就是这种点法，很勇猛啊！我一看就是猪圈打的，猪圈和银河两个人打的，很明显，是吧？而且加上了我的流星月饼和这个半岛酒店的月饼，很他妈牛逼，再加上网易五人月饼，三效合一才能够达到终极翻盘啊！这场 PK 是我们三个人打的，是吧？主要是我后面60回合吃了这个月饼，没有办法，如果不吃个月饼啊，他们是没有机会翻盘的。说句实话，兄弟们，你们今天赢了那么多钱，你们不给我刷点，你们这太难受了吧？这不给我刷点，你们这小礼物给我走一走，刷60个水晶，刷60个水晶卡个马甲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哇！